咧搞翻好啊。幾場千四咧，鋪都慢啊，都照鋪。喂，今日跑一里。三號仔，電腦三號幾好嘅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六。六程賽績咧有一個 Q， 跑第二最叻。有 0.2 二上名率度跑九次 ，0.11 取勝。三號仔咧，電腦三號啊，幾好喎！三號仔又配到個電腦三號咁樣，幾好啊！真係。六號電子群星嗱，呢只馬其實係有位置機會嘅。點解咧？佢跑過六程賽績有兩次係位置嘅，一次二，一次三。上次第五又唔遠嚇，前次第六咁樣嚇。班德禮係經常有冷腳嘅。班德禮呢個路程跑過一次就未上過名嘅，電子群星幾百倍嘅，即係幾百蚊 win 嘅呢啲。Win 就未必夠一號跑啦，未必夠九號跑啊，但係跑入位置都唔出奇嘅。二號仔星雲子著上次第六，前次十二，六次賽績得一次最叻第二，都要廿幾倍。呢只星雲子爵同只電子群星差唔多嘅，咁但係只星雲子爵好似多飛過呢、這個。阿班德禮啊，等間再睇。有畫面先講啦，堂堂幸運其實好好嘅，真係嘛？跑五次，全部有位置派賽嘅。四個第一，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三，咁啊連續五次咁好成績表，係咪真係？如果做運動員啊，咁嘅成績表好叻噶啦。今次又唔係重磅喎，128磅啫喎，所以覺得呢只馬好好機會嘅啫嘛。對手係九號。跑過。未喎，初跑此程喎，呢只馬，所以多咗賠率。初跑此程，一號、四號沙皇者，沙皇者上季跑得幾好嘅，又試過跑 win 過出嚟啫。但係今次咧就跑第上次第八，前次十一，由希威森跑，初跑此程。四號仔跑得即係健康幾好啦，係咪？呢只馬其實都幾好嘅啫嘛。沙皇者初跑此程，五號加州十大六次賽程咧，就係有一個 win， 一個第三，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九，六次出賽呢個路程有 0.16 上名未 win 過加州十大。七倍，田泰安入个位置喎，呢个路程入个位置噶。只马上次入咗位置噶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十，蔡明少。上次有位置派彩嘅喎，又系初跑此程。七號仔近期有進步嘅跡象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十。八號就保羅成全呢只馬。近兩季都幾好啊！六次賽程一個第一，三個第四，咁啊本路程咧就
本路程就有 0.63 的上名 0.27 的取勝，都已經是數一數二那幾架來的了，跑11跑過11次本路程，還有幾好的嘛，潘明輝隻狗好像少爺嘴，連贏了三場，能夠連贏三場的馬得隻堂堂幸運和隻少爺仔的啫。喺只就係升咗班上嚟跑啊！咁啊，馬雅同佢贏咗幾次啦，少爺仔，好似人馬合拍咁啊！1119咁樣，可唔可以再贏多場咧？連贏四場嘅馬就唔多噶啦，連贏五場嘅就仲稀有啊！嗰只加州十大啊，嗰啲咁啊，即系加州星球啊，嗰啲咁先有條件贏咁多場啊！真係俏芳華啊，舉例啊，咁呢個少爺仔就連贏咗三場啦。睇一睇耐啲啊！只馬第五次出賽啫嘛，已經贏咗三次啦！哇！只馬白曬，禪勝寶區沙地好似好啲喎，近期啊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九都有派彩啊！上次23倍。呢晚跑泥地嘅戰績好啲，熱血鬥士霍宏星我應該有正，11號熱血鬥士40倍，嗰只熱血鬥士六程賽績最叻跑第二，有過一次第四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六，76噶啦，呢啲就係冷腳嘅 form 嚟嘅，呢啲啊，唔係好後又唔係好前嗰啲咁樣啊，又有個賽績咁啊，呢只熱血鬥士跑過五次未上個名。10、11、12都係未喺呢個路程上個名嘅。12號仔波件事疾風名區連續三次第七，咁就跑過三次都冇上名嘅。咁啊，呢只呢一場咧就尾場啦，尾場嗱得三隻馬有贏過嘅啫，8號、2號、3號即係。保罗成全8号、2号，2号咧就系星运指着，3号就系电脑3号啊，即系8号嘅胜出率系较高，咁啊上名率咧就系、是、都系823，咁但系近绩咧就9号、1号、3号、8号，所以我都系拣啲近绩比较好嗰啲，我拣9号、1号。即係我睇下只，想好有好奇睇下呢只少爺仔好啊，定係堂堂幸運好啊？我揀9号、1号。同埋9号少爷仔1.7倍 ，A 二隔夜半二门1号堂堂幸运，6号嘅电子群星同埋7号。呢啲啊，啊主持又冇一又冇九，要3、5、8、12。电脑3号啊，加州十大8号保罗成全，12号就系疾风名区。哦，疾风名区连续近期连续跑三次第七喎。睇睇阿 Jenny 拣咩先，我拣9号、1号啊。
嚟到尾场赛事二班千六米，重复下主持推介啦。Peter 拣咗五号嘅加州十大啦，阿陶拣咗八号保罗城泉，我拣咗三号电脑三号，佳拣咗十二号疾风名区。四重彩精选拣咗五号嘅加州十大做胆拖，二号、三号、八号、九号同埋十二号复式马胆240个组合。Jenny 呢一场。哦 ，Jenny 同我撞喎，真系九号、一号啊，佢九号、一九号、一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。博冷位置就可以考虑下只电子群星。哇！呢个增值十二档，十二档系啦，升翻就三个难度，都系得23蚊啫，系嘛？咁不如头先美丽在线啦，都系20多蚊，系嘛？堂堂幸运啊，亦都要估下，即系究竟嗰个第一只就少爷仔，好似德国国旗咁嘅颜色嘅，又黑又红又黄咁样。九号仔马亚骑，马亚今日赢咗个好似冷门马喎，系咪？唔知啊，莫丹尼赢咗只马。人家就冷馬初出那隻，田泰安五號仔，五號仔六倍，很多人關注那隻五號仔，加州十大六程賽績之中呢就有一個 win， 一個第三，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九。三号仔电路，三号上次第四，而家系十二号疾风名区有六格，九号就红格，疾风名区都有咁多飞嘅。波健子搭呢个蔡约翰啊，但呢只马连续三次跑第七，我觉得罗富全马房好似几好啫，因为咧我有些同學呢，他呢就會給一些羅富全馬房貼士給我看，我剛剛走去看看呢，他給兩隻膽，即是他給幾場，即是自己有份出賽那些，他拿這個剛剛好，還有拿這個對上一場呢剛剛好，還有這些什麼線路啊，美麗線路，美麗在線啊，做馬膽啊，女仔都中了，都win咗出嚟，即系佢系唔会收埋咁样啦，即系咁嘅，好似咁嘅作风啦吓，热就热啦，又话明俾你听啦，都我攞嚟做胆啊咁样嘅，咁好笑嘅点解啲人咧？十二号就落咗马走去。搞下馬蹄鐵，唔知係好定唔好咧？咁嘅現象，著對新鞋咁啊！咩馬洛飛咧？冇乜馬洛飛嘅啫噃。就鳳鳴區咯，就係呢只啦。呢幾年喺閘前釘，呢只就係六格十二號仔釘完夾。咪電腦三號已經一早入咗閘啦。疾風名區釘完夾之後入咗閘，電子群星。仲有好幾隻馬未入。疾風名區而家咧就落飛落到八倍，十倍嚟嘅喎，真係啊，係咁落嘅。但落飛唔係必贏嘅喎。八號臨尾起飛。
全部马匹准备，多多十场赛事二班千六米嘅路程准备，大热系狗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浅蓝衫呢只保罗成全快啊，中间躺躺行云啊，响出边咧就星运指着啦，咁啊再见到最出啊黄黄地色衫嗰只就少爷仔啦，中间灰埋禅正宝区啊，内栏白鼻箍顺势赢啊，中档上咗少少，仲有疾风明区电子群星啊，后边嗰四匹马啦，有加州十大内栏拍住嗰只咧就热血斗士啦，后边两只电路三号黑衫嘅浅紫色衫系嗰匹沙皇者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尾接近一千。前面带头的马是那只星运指着，二搭第二位就是躺躺幸运，一路顶住那只就保罗成全埋不到你，三搭第三位现在还在，再见到第四位的马，外面位置就是禅正宝区，中档还有这只疾风明区紫色衫进占第四，内栏白鼻箍第五六位粉红衫只顺势赢，后面的马电子群星少爷仔出面的了，黑帽那只应该这些位置不会塞车的，内栏位置尾四是那只热血斗士，尾三加州十大尾二黑衫黄帽电脑三号啊，包尾嗰只咧暂时系嗰只咧咁啊沙皇者嚟噶，好啦，正追去直路啦，前面就星运指着斗紧躺躺幸运啊，中档位置系躺躺幸运嚟噶，再见到外边追有保罗成全啊，偷入边上系顺势赢啦，外边少爷仔上紧，出边加州十大再追再后多层仲有电脑三号啊，兜到嚟追去二百零米啦，外边加州十大咧涌咗上嚟，逢马过马，中间位置电脑三号啊，沙皇者响入边，中间少爷仔。接近终点啦，加州十大外面冚上嚟赢，佢片嚟片去噶。第二咧就系嗰只电路三号，嗰系五号、三号。只少爷仔就跑第四，这个马亚真系，不过跑十二档都原谅佢啦，都冇办法啦。五号、三号。沙皇者，哇，好冷喎！呢只真系大件事啊，真系。今日叫佢繼續努力啊！有第三啊，心心。啊，希威三啊，咁啊。加咗四個第三啊。咁啊，田泰安。哇！啲希威森位置 program 第一場已經勝出啦，冇買啦，真係啊！我睇好佢啲冷腳位置嘅，我今日全日。五三四。嗱，呢只就系、是，呢只就系少爷仔啦，呢只咁只一号仔叫堂堂幸运都有上嚟跑嘅，但佢又初跑此程。咁啊，二号仔星云指着而家喺前边，咁啊潘顿只一号仔咧就喺个栏嗰度顶住只八号仔，喺二叠嗰度顶住呢个保罗嘅。咁就係噶，禅正圃區喺呢度，咁啊呢只少爺仔就喺呢度，咁啊呢只馬並長期喺呢個位置呢個碟嗰度走，咁啊去到呢度轉緊彎啦，星雲指著帶頭，然後就係堂堂幸運第二，保羅第三咁樣。咁啊，轉上嚟。咁而家呢只少爺仔咧，呢只就喺呢度，呢度啊。佢都係立好耐先推騎，先推騎咁樣啊，啲早啲推騎啊嘛，只馬有走勢啊。咁啊，呢只五號仔加州十大田泰安，你睇下一早發力啊，而家過咗你啦，你望都冇用啦。三號仔就係電腦三號衝上嚟，楊明倫，哇！俾啲又爆冷啦，今場特別係只希威森嘅只沙皇者，幾十倍嘅真係，咩派彩啊？哇！118蚊位置啊，四號仔希威森。好，跑完。